到了北投吃卤味啊。这个时候我知道，我懂你，少廷，你一定会说没有锅啊，而且不换气的说没有锅，没有锅啊。错了，卤味就是用卤锅卤的。你看我多了解你啊，而且呢，这个也是我的好朋友，我的友人啦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嗨，谢欣，我是李毅。嗨。没有，就我自己人吗？这样子啦，你可以帮我就是准备几样人气商品吗？好，没问题，但你要等一下哦，而且请排队。虽然自己人，但还要排队。我自己人，我还要排队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以身作则，我排队。好。很长哎，这么长，我怎么排啊？看看这大排长龙的客人们啊，就可以知道生意有多好了吧？来，我们赶快来问问，为什么大家那么爱吃？请问你有没有常常来买？有。就买哪几样？卤鸡脚。还有嘞？还有就是鸭翅、鸡翅、鸡腿。要喜欢吃肉了。